要得到佛身法身的，就是断掉一切众生病者。维摩诘跟所有的大德讲，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也就是可以讲就是要发道心啊，刚刚开始发心修行，就是发心菩萨，初发心菩萨，这刚刚开始你得到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你如果坚固了，坚固你自己的道心了，或者得到了这个心了，真正得到了这个道心了，也可以讲初发心一直到了正道，这个意思啊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 台语，但是比较接近梵语，比较接近梵语。